大家好，我是阿天。然后这个，不知道大家在命运之子有没有发现说，突然收到了一堆这个核心的材料。那这个是因为说这个伤害，世界王伤害加倍的这个活动没有正常套用。那这个修复了，哇，4000个核心材料，你直接购买100个，我记得好像是4800水晶吧，哈，不知道我有没有记错。那总而言之呢，哈，非常的爽。那我已经把我的这个水属性的马福德特攻击型升到了这个点火6星了。那可是呢，我打出的伤害还是没有很高，然后没关系，我现在还有这个每天免费10抽哦，然后这一次的活动呢，其实我觉得我已经有打出5000万了，那等一下来打一个这个5000万的记录吧，算是蛮爽的，不过这可能是跟这个伤害加倍的那个活动有关系哦，我们等一下来试试看说这个打出来的伤害是如何哦。好，那总而言之呢，我觉得齁，抄一些大大的记录啊，怎么讲呢，还是会蛮容易死的、哦、所以说我这次我配了算是2个补师哦，一个是当然是光奶齁，是一直会有的，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木奶齁，应该是解状态的，然后最后面再一个水盾哦，所以说这样子呢，我觉得我的那个打出来的伤害会比较平衡一点，就这一只齁，水盾，然后再来是光奶，然后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木奶哦，木奶我没有上哦，我只上光奶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就这样试试看吧。是那时候是看那个什么赖群的一位大大的这个打法哦。好，那就让你再打一次哈、哦，打一个记录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直接战斗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一次世界王过关真的蛮有感的、哦，然后已经这个达到了230几轮吧。那原先这个101到200是一个红石魔镜碎片，那到200之后呢，都变成这个素材了、哦。因为我好像这个第一次碰到这个世界王达到这个200轮之后，哇，那这一次素材很补再加上说这个官方的这个补偿哈、哦，所以应该很多角色可以升到这个点火加6。但是呢，也是需要很多这个5星的那个材料去合成那个什么点火石哦。好，蛮幸好，那总而言之呢，这一次的世界王算是补强了蛮多战力的。但是，我离怎么讲呢？至少有5000万了，离1亿还很远哈、哦。好，蛮幸好，反正这命运值就是这个样子嘛。至少现在升的这些角色，未来也是用得到啊，像什么罗平啊，之后升到加6啊，还有马福德特啊这些攻击手啊，至少加6的话，不论是副本世界王都可以用哦。好吧，那影片就到这边哦，然后谢谢大家观看，那我是阿天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